大概今年台北文学季三月初四特别起过，今年有办创业市场讲座甲展览，咱做伙来看卖。无意中看到伊30岁时的日记，拄好是我17岁迄年的春天。不晓得想一个人的时候，连春天都会停下来。熟食热酒大熬米，真正天理望顺生。每年用无同款的语言朗读春天，点出今年台北文学季东城之林文学意境的特色。活动总策划洪德平表示，强之里温暖阁有力量，希望透过活动，让人感受什么是做伙。今年阁特别举办多文化的市集。我觉得台北是一个殖民新住民的地区，所以有各国的印尼、越南，他们用母语朗读。那在这市集上，当然也就针对着 这一次参加我们族群啊，那这个是真正是多元族群呐、啊，共享共荣。除了市集以外，文学季活动嘛用讲座、书展、甲影像特展的方式，互作家甲民众共读。共写共生，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，要用文学将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找回来。因为过去因为疫情，其实人员之间减少了社交，但是相信在疫情趋缓之际，我们透过这一次文学剧各项的活动，能够让大家贴近我们的文学。2023年台北文学季三月初四开始至六月初八，在纪州庵等等相关的文化园区、校园和书店举办系列的活动，用文字、声音和影像展现多语言文学的水。记者麦尚颖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